开直播吗？不可以。很多人期待你当了开直播，我被挡这住。个俊1104问呢，子红最喜欢吃什么沙拉？没有，这个人是我朋友，他跑来问这种白痴的问题，我不要理他。有什么见面会的机会吗？哎，那个什么，不是有吗？他们还没有公布吗？有公布了，有公布，在那个，对，23号，对，可以去看一下我们 VTV 台湾，不是，结果娱乐的，对，官方 IG 都会有新的惊喜。首映会很害羞，因为太紧张了，真的太紧张了。首映会有很多这个，就是我不知道，哎，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家那一天有没有来，因为那一天来了很多那个前辈。哦，真的？对对对对，啊，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吗？你说见面会吗？不是首映会，首映会。哦，首映的，哦，这个我知道。首映会，记得。特好，反正就是对。眼镜真好看，你也太黑。没有，我想说我在家我就随便一点，然后结果超黑。又可以拍做饭的影片吗？很想看，我可以帮你拍哦。哎，你有 YouTube 吗？我有啦，有，但是现在之后有机会可以拍了。没有，网络上有一些啦。你做饭的影片啊？对啊。真假的？炒饭啊，炒饭啊，炒饭啊，炒饭。你怎么一天到晚就只会炒饭？我们在戏里面也一直在炒饭，然后你也只会炒饭。你还不够黑吗？这有没有礼貌、啊？很多人说你太黑了，太黑了，看不到。最近，经济比较吃紧，要省电的。你自己看完第一集，你最喜欢哪一边？最喜欢哦，基层只能我去那边吧。所以我也蛮想问，就是我掉进水里潜的哭，我哭了那一场戏的，你的感想是什么？很棒啊，很棒啊！真的吗？好，下一题。你这样是对的，你这样是对的。你为什么哭？没有，就很多的，很多感情，就是周岁那时候那一段是一个，就特别是百会的感情最多吧，然后就是。一些因为太大了，有一些挣扎跟突然他以为可以拿到的东西全部都没了的一些挣扎，我觉得很不错啊。哭的蛮好看的，谢谢。对啊。因为那场也不容易啊，你要自己哭，自己哭一哭，然后又要讲一堆那个台词，而且是自己一个人演，你没有对手。那场不容易啊，真的。要看第二集哦。对，今天等一下8点就要开始。
有人问说，觉得你戏里面比较可爱，还是私下比较可爱？你觉得我私底下有可爱吗？不可能吧。私底下比较可爱，戏里面很讨人厌。这没错，对你来说。什么什么？对你来说可能是。你说你对你来说，我在戏里面很。很凶啊。Uh-huh. 很凶。那你觉得你跟戏里面角色像吗？你觉得你跟周淑怡像吗？嗯，像吗？如果说像跟不像的话，应该是没有，不像。哪里像？像，他的，应该先说不像的地方，因为我私底下是真的不会讲话的一个人，然后就是，周瑞是一个很活泼的人，但是自己心里面的东西是不太会讲出来，是一个蛮妙的感觉。但是这个负面的地方可能比较像，心里面的话不会说出来，这个比较像。对于负面的情感，或者是不要找麻烦，反正。没差，这些为什么没差？对啊，我们今天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了。为什么没有差？心里面的话为什么不讲出来？为什么心里面的话不讲出来没有差？我们以后就每一集一个直播，然后解决一个问题的。没解释一个，下一集就是为什么痘痘一个礼拜还没有好的。这个没有那个美肌吗？你还想要用美肌？我帮你研究一下，来。对，今天如果有 VTV 的 VIP 的话，可以直接看到。